果真，浑身滑腻，本座稍有些不习惯。本座从未说不喜欢，可是什么？我这般样子，难道不合你心意吗？本座不喊停，那便继续。本座当下便可打破幻境咒，换回双腿，不如直接从你以身相许开始，不必大费周章，浪费时间。算了，听你的，我送你回城堡。本座后悔了。接下来如何发展，不如按本座的心意，就当做你对我的补偿了。别挣扎了，本座这也是在挽留你。现在，你冰封的心融化了吗？不去你梦寐以求的城堡了。你若喜欢那般样式的屋舍，前院门在郊外有一座废弃的塔楼，用你半年的利银
大概可以修缮成屋宅。本座倒是可以出资，不过要用一半资金换取一半居住权利，同样也是置换，正好可以弥补声音换双腿那部分的遗憾。本座不是小肚鸡肠之人，若心怀不快，便有礼物收。那本座愿意做个小肚鸡肠的人，你画得我很喜欢。其实，是本座不愿放你走。本座没有开玩笑，前园那处屋产就交给你了。